早餐，那家听说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很美，它有很美的那个环湖湖边景致。我觉得这里让我想到那个南洋博物馆，只是方向不一样。这是那个葡萄酱，葡萄酱，然后跟一个叫塔希尼的酱。这是我第一次吃土耳其式的大早餐，然后他们叫做 Van Kavalt， 就是 Van 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然后现在土耳其各地，只要你吃这种一大份的土耳其早餐的话，就是我们都叫做 Van 早餐。然后它的特色就是，一个人像这间餐厅的话，一个人大概是35里啦。然后里面会有非常多种不同种的 cheese， 你看这里就像这个，这三个就都是 cheese， 然后都是不同种。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蜂蜜奶油，新鲜的奶油，蜂蜜奶油。然后像这个是面粉做的一种土耳其甜点，叫 Helva。然后像橄榄也是一定是会在土式早餐里面出现的橄榄。然后像这个的话，这个很特别，就是很少见。这里面它是用先炒过小麦粉，然后再加橄榄油的一种蘸酱。然后这个就很像就是番茄酱这样子。然后这里的话，这是土耳其也很经典的薄荷叶酸奶的那种感觉。这个是这么多东西要东西可以配，但就是一定要配土耳其的面包。我超爱土耳其面包。好，我想要先从我没吃过的开始好了。我先沾这个好了，用小麦炒的，然后还有橄榄油，味道超怪。沙沙的，很像不甜的花生酱。然后我想要试这个圆形的 cheese 球，超可爱。I like it so much, but it's very strong for you. 很咸，然后。我觉得好咸 ，soup to soup， 可是很香。这个是青葱乳酪，可是听说味道非常非常强，然后它质地是比较硬的，有点难擦。听说非常的咸，所以我挖一点点。你嘴巴出来。羊奶味很重，然后它也有葱的香味。一开始我以为是还蛮像葱油饼的，它葱的味道很明显，还不错。这还是土耳其番茄蛋，这个是有牛肉丁的，然后他们都是直接，可以，我家里小孩，I love menemen。menemen 在土耳其文，就是土耳其文的土耳其番茄蛋。好吃。这个是蜂蜜奶油。这是甜的。这个我应该会喜欢，它是甜的。超赞的，它这是一个甜点，就是橄榄无花果橄榄。Walnut。I think you will like。闻起来蛮酸的。好吃。
daha az. Hiç böyle büyük düşünme şey bir Instagram sayfası var. 它不会太甜。也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吃到糖水，可是它其实不会很甜，然后有那个果香。有一点点硬硬的。我们现在要到凡湖中间的一个岛阿克扎曼。上面有鱼可以吃吗？上面没有，这里就是土耳其最大的内陆，然后大到你可以在这里游泳。现在要出航，水还蛮干净的，很清澈。这边很多小鱼。对。其实这边虽然不是海，还是有海鸥。现在在一艘小船上，然后要前往前面这个凡湖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叫阿克扎曼阿纳斯。对。整个航程大概才10分钟吧，然后因为这是湖水，所以非常非常的平静。超 chill 的这个小岛，然后这里要付那个博物馆的门票。它这是亚美尼亚教堂，然后是10年前的时候才开始重新修建。为了因为土耳其之前跟亚美尼亚之间有就是，土耳其有大量屠杀过亚美尼亚人，所以他们现在彼此之间还有很深仇大恨。然后土耳其为了修复他们这样的关系，所以就修建亚美尼亚的教堂，然后希望说亚美尼亚人可以稍微原谅他们啊，然后来这边玩。然后这里听说有非常多的兔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海上的小岛会有很多兔子。有草吃啊。是这样哦，然后很安全，不会被其他人抓走。我们现在在亚美尼亚的教堂里面。我是基督教，对，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画像。少数，只在少数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对啊。就是少数还保存得好的，而且它画像都没有被破坏掉，算是保存得还蛮完整的，还蛮殊胜的。中间有那个，这个是圣母，怎么样？这是许愿池。看很多人丢了钱币下去，而且有看得出来有一些钱是很久以前的，那种中间有洞洞的。难得可以中到头。这里有古文字，好小的窗户哦。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Neche. I want to know the Neche. My name is Neche. My name is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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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我们现在在当地的一个国小里面，我们现在到班级上，要准备看到一些可爱的小鲜肉哦，好可爱哟、哦！好紧张，没了吧？我现在用中文介绍，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谢依婷。很高兴认识你们，然后你们长得很可爱。你好吗？Nice to meet you.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뭐 이름 üstündeki? Hello English Hello Merhaba demek. 샤카 이시 샤카야 너. 아마 birbirimizden farklı özelliklerimiz var. Gördünüz değil mi? Bu abimiz kaç yaşında olabilir? Var mı? Bir tahmin edin kaç yaşında olabilir? 12. 因为这个学校第一次来外国人嘛，因为我们的朋友是国小老师，然后他在教小学一二年级的人生活教育，他要拿我们当活范本，告诉小朋友世界上还有跟土耳其人长得不一样的人，讲不一样的语言。我们现在来参观凡城，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凡猫就是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的猫咪，一只是蓝色，一只是绿色。看门口就有一个大画在等你。怎么来掉在哪？两只眼睛不一样的、不一样颜色的猫，你有看过？你看这里还有卖饲料可以喂猫咪。你看一进门就有一只，它的眼睛超不屑，残害我。那只猫看起来超不屑的，不要再吸了，奶头要破掉啦！好可爱哦，天哪！这个逗猫，他们就是他们的游戏室，然后下面有个隧道，哎，那隧道可以通到他们的床。看里面还有超多只的，每一只都有一个床，哎，他们这里是一个研究中心。它有这么多间，像厕所一样，像厕所一样的生产室。啊？哦，你看这只躺在上面，好可爱。啊，这个这里。So angry. 뭔데 왜 하스터를 봐요?